毕业静态的联展，也当讲伫咱这图书艺文中心来做一个展出，为期两周的一个推展。预计这次的一个主轴就是以线彩虹为主题，以线来创作很多的作品。预计咱现场看到很多的小朋友的一些作品，也当讲透过作品能够呈现小朋友他在学校的一个学习。 他的思维，还有他的心灵的成长，透过作品来做一个呈现。啊，尤其咱这安尼，我们幼儿园的老师非常用心的一个教导，那带领着小朋友来做一个创作。现在这个作品非常的多，呈现了多小朋友一个很童真的一个创作。欢迎咱今天好朋友也当来到咱图书艺文中心来做展览，来看这展览，也当看出咱小朋友同趣的一个心灵。 你们这次的主题是什么？毕业静态直播展。毕业静态。啊，一线彩虹在不在？在。来看我，你的叶还是在？这边。救命一下。对，救命也可以来看阿姨哦，旁边的人。 可爱呀、啊，可爱！这个顽皮小朋友还开心。耶！可不可爱？可爱。